我们再看下面一段三十八愿，应念受供愿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供养佛菩萨，这个念头，诸佛菩萨知道了，我们这个供养的心愿。供养具他都得到了，三十八愿呢，请看经文，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若不尔者不许成就。供养的范围大了，十方诸佛人数无量无边，无法称计，啊，应念应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讲注重吧，啊，不管是哪一土，啊，这些人，只要他念着，想到我想供养诸佛，诸佛就知道了，就接受了。若不尔者不许成就。注解下位第三十八，应念受供愿。颂曰：所有菩萨发大道心，于以珍珠、璎珞、宝盖、床幡、衣服、卧具、饮食、汤药、香花、祭药，尘世供养他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世尊，而不能往，自己没能去，以俗愿力令彼他方诸佛世尊过数手臂至我刹中受持供养。诸佛如来的手到了，手撑到了，接受你的供养。令彼俗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段经文看得妙啊！想供养诸佛如来啊，身没去，有这种情形，有化身分身去的，不爱死，不想化身分身去，坐在弥陀讲堂起了这个念头，一切诸佛都知道了，佛伸出手来接受你的供养。极乐世界奇妙的事情太多了，说不尽，我们无法想象，叫不可思议啊！这不过是略举
日常生活当中的几桩事。啊，让你了解个大概。啊，然后都多想想，多比较一下。我们要放下眼前的娑婆世界，要一心往生极乐世界，这就对了。那经上所说的，到时候你全都看到了，你全都听到了，全都接触到了。诵习愿文，身先佛列了，啊。前面一段是诵译的，佛的能力不可思议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要发现功夫，要常常有这个心。那佛称手到我们这接受我们的供养，我们是凡夫，没看见。谁看见？极乐世界的人看见了。明心见性的人看见了，不是假的。在我们的周边，佛菩萨比我们的认识不认识的人还多。啊，又如位移经文上说，业法意情，这个意就是念头，情是很快一念，你发了这个心，起了这个念头，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，而不是定义。这个经文是说明自力，那是以极乐人民，或因佛力加庇，或以自力供养，皆可随念普供诸佛。这个意思也是劝导我们应当要去极乐世界，要发愿往生。那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修福修慧太容易了。啊，修福是供养，修慧是闻法。啊，极乐世界福慧双修，当然很快就圆满了。这是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，唯独这一处居住，所以
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，用什么方法？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这是手段。最后的目的都是劝导大家信愿持名，一向专念往生净土，没有例外的。善导大师讲的对呀，我一说弥陀本愿海，如经边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身贤生福报尔，感应道教，供佛之念才信，就是才起来，祝佛摄受已经圆满了，顿修顿证因果同时，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心字。我们要相信诸佛如来没有妄语，诸佛如来所说的经典字字句句也是真实不虚，这是信心啊。真心之后愿才生得起来啊，愿生极乐，真心愿生起，弥陀就摄受我。这是自立了，自立在这个世界，同时也为大众表法，做一个好样子。啊，像海鲜老和尚，啊，海庆和尚，老德和尚，这南洋三个出家人，诸位看《咏思集》，感动人不少啊！啊，触动善根深厚的众生，他就能加功永恒。精进不舍，这一生就能成就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